主要要看这个录音带啦，哈，正录音带，而且录音带哈是有关两有两节啦，哈，有两节，一节是这个甘地哈，印度的国父，伊叫嘛是印度嘛是改尊称叫国父啦，哈。甘地啊，另外一个是黑人的这个民权运动的领袖哈，这个金恩博士啦哈，啊，所以这两则对咱来看，因当初面对这个体制啦哈，一个是外来的殖民统治，这有一点啊较像台湾啦，啊，美国黑人迄啊，迄是民族的压迫，就是白人对黑人。诶，民族的压迫，哈，啊，当然，这个英国加印度嘛是有一点民族的色彩啦，不过基本上伊也是外来殖民统治，啊，黑人甲白人是同一个国家，啊，伫社会内底是无同款的社会阶级啦。伫这个伫美国吼，黑人伫这个林肯以前，基本上是做奴隶啦，啊，到尾啊内战了。啊！伊美国内底内战了，啊，所以南北内战哈了，从啊这个地位算有变作较自由啦哈、啊。但是南部遐的州啊，就是对黑人也阁拢无法度甲接受得到啦哈、啊。所以规定讲哦、啊，坐公车啦哈、啊，啊去餐厅啦，等等，黑人的还黑人的，白人的还白人的，啊。所以不是讲黑人要去，虽然是自由啊，但是伊白人的社会就家己规定啦，讲这黑人的会使来，啊黑人的袂使来，啊所以就袂难做伙。啊，这嘛讲起来嘛是一种歧视啊，一种体制压迫啊，所以黑人当然就是啊有这个痛苦啦哈、啊，有这个痛苦。啊，咱的黑人吼、哦，甲白人的这种压迫吼，较明显。因为伊个皮肤啊，一看就知影啦，哈。啊，咱台湾的阿伯哈，红阿伯啊，看较袂出来。其实台湾人嘛是咧红阿伯咧。台湾人是台湾民族，啊，咧讲阿伯个是外来殖民统治的中华民族，哈。啊，因为皮肤拢相像啦，啊，语言也会通，啊，所以咧讲阿伯哈，真侪人拢无法度警觉啦。甚至哦，伊阁敢说呐，说讲咱就是因的人啦，啊，所以就是讲哦，咱是因的人，啊，咱阁敢说呐，讲咱做耶路咧，差不多是应该啦哈。咱像咱边啊，最近人一周刊哦，邀请伊讲会使写文章，啊，即嘛讲审查吼，讲袂通过啦，啊，即嘛无理啦，对不对啊？伊在照规定，伊在作早以前就拢伊在。地方官僚就拢在写文章啊，较会使讲，因为最近《一周刊》主要的原因就是《一周刊》较侪人看啦，应该是安尼啦。哦，啊，较早伊写迄啥物《美丽岛》迄呐《周报》，哦，看的人订的人较少嘛，还一两千人尔，而且《一周刊》哦，可能得发可能几啊万份啦，啊，所以伊即马惊即个伊的言论哈，会影响扩大。所以伊就讲审查无通过，其实这拢是一种压迫啦。啊，咱这应该爱来出声吼，啊来替伊争取，啊，边啊所作所为，当然咱拢会使加检讨批判。但是伊的司法人权、甲伊的言论的自由，这就是咱为着咱家己，咱嘛爱抗争啦，对不对哈、啊？所以咱爱继续拍拼哈。啊，今仔嘛真感谢吴医生，哈、啊。伊即马拜三，就是拢甲咱即场当作主要的运动的场所啦，哈。啊，伊来遮当然有些看咱咧谈论，大家人的意见，会引起伊的脑力激荡，哈。啊，伊这革命精神，哈，嘛是会甲咱斗做伙来参悟啦，哈。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这无分年纪，哈，啊，大家稍等下看了，啊，咱来。这个分享啦哈，就讲看了还有啥物感受，因内底有一挂细节，嘛是拢有部署的啦哈。啊，恁即马咧推动的这回国咧抗争啊，甘地的思想应该嘛是算先驱啦。美国黑人这金恩博士哦，伊尾啊，伊靠
伊个年代较后壁，伊就是学着甘地的即个理论，啊，所以较用即个方法来推动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，尾也较成功啦。啊，伫当时伊嘛无算成功嘞，伫当时啦吼，伊当时当然做甲真轰轰烈烈，啊，三十几岁就去用牙签拍死啊吼。啊，甘地是独立成功了，啊嘛去用牙签拍死。啊！啊！美国黑人金恩博士啊，伊成功了，用拍死了。五十年后的今仔日，会算2008年啦，较有法度出一个美国的黑人总统，要算第一个。伫1980年代吼，就另外有一个黑人嘛，真活跃啦哈。但是迄个时阵哦，社会条件还袂够。啊，所以就经过一段长的时间啦，哈。所以咱就是来学习这個，啊，来了解咱人用什么方法来对付压迫的体制，哈。啊，有时啊可能会面对咱家己的人内部的矛盾要怎处理啦，哈。啊，咱伫要开始进行啊，所以咱的这两地时间差不多52分钟，哈。啊，所以咱就是头啊52分钟拢。来看影片啦哈，啊，中间你若有需要要去洗手啦，要休困啦哈，啊，大家家己方便，啊，放了呢，咱过来大家交换一个意见啦哈，就像这安尼变啊进行啊，啊，另外啊，咱这个刘男子大哥哈，甲大嫂啊，因为着咱的运动哦，啊，顶尾摆着摸一条大西瓜来寄付啦哈，啊，所以稍等下哈。咱的这个影片了啊，大家分享这个心得了呢，大家就小我老婆来做一只西瓜啦，因为西瓜嘛袂使放伤久啊，啊放伤久有时啊嘛是歹去哈。啊，咱要开始进行，咱要照咱的定数啦哈，咱徛起像咱台湾嘴尖啦哈。咱来面对咱台湾的国旗啦哈，台湾国旗来。太平洋西南海边，美丽的台湾最近，扎进我国邦同地，独立的民主头巾，共和国演化的基础。这个影片啊，是郭建国大哥提供的啦哈，啊，所以嘛来负责放这个影片，咱是不是先拍拨个感谢一下哈，来个感谢一下，谢谢。啊，以后哈，以后咱的好朋友啦，手里有好的资料，啊，要提来这分享，啊，啊，要来主持，要来讲话，拢欢迎啦，拢欢迎。啊，首先来跟我讲啊，首先来跟我讲，啊，本来是要。安排一块另外一块这个录影带，叫做《歌唱革命》啦，就爱沙尼亚，本来是要放一块，爱块听讲有版权啦，就是放一块爱立钱，啊，暂时咱的财务较歹啦吼，所以等人工，咱的资源啦，稍微较充足的时吼，咱就有哪来伊咧讲爱交钱，咱就有哪照规定来个交钱啊来放安尼吼，啊，即马就放这块应该是。要今仔日安尼就省一个收费啦哈，啊，大家继续拍拼啦哈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哈，啊，咱今来看影片哈。咱的录影带安尼算放了啦哈，啊，今仔日哈，哎呦，搞啊，伊我打掉，太衰，这个啦吼，妞妞，我注意伊个打掉，这个。严大哥哈，我有写一篇文章哈，啊，稍等下，
啊，较请伊来分享啦吼，啊，请了嘛真有道理。啊，伊顶尾摆写一篇文章啊，伫网络顶悬嘛，啊，得到真大诶回响啦吼。啊，我拄则看了吼，等下来邀请咱大家来啊分享你诶心得。啊，我有看几个重点啦吼，因为这我嘛毋是第一遍看。伊即马就是讲，即个甘地吼。你这个非暴力抗争啊，诶，重点就是用不合作主义啦。啊，不合作主义就是讲啊，政府要叫你做的，你就刁工不爱做；啊，政府叫你袂使做，你就刁工要做啦，哈。哎，伊选一个物件哈，做迄个突破点，就是讲印度迄个时阵呐，盐啦，哈，盐，咱大家在吃盐。但是英国人会使卖尔，印度人虽然印度的海边足长的，但是印度人袂使去家己做盐，安尼是犯法的。啊，所以甘地当爱想一个办法，就是讲哦，安尼阮咱都盐大家拢爱做嘛吼，啊无咱家己拢来甲做盐。啊，若准讲英国政府要掠，啊咱就有哪好掠，也爱管就对啦。所以你甲看这个到尾啊，这个运动。甘地嘛，家己从遐关哈，啊，迄个黑人的吉林博士伊嘛拢从遐关啦，啊，啊，当然，迄个吉林博士内底哈，黑人的民权运动内底一个特色，就是足侪少年学生啊来参与，这嘛是一个真有力的运动啦哈。但是伊嘛讲哦，非暴力抗争，就是唔是讲查甫会当做，查某嘛会当做，少年会当做，老人嘛会当做，囡嘛囡仔嘛会当做。这个拢会使来参加就对啦，所以像咱林大哥啊，全组囝来，加减学习啦哈，加减学习。啊，咱做伙暴力抗争，主要就是要争取咱的权利啦。啊，所以哈，伊这个不合作主义哈，啊，甘地哥除了去做盐，甲挑战伊的法律以外，另外呢，伊佫家己抨击啦哈，伊抨击因为印度迄阵是英国的殖民统治。啊，英国就是透过伊的纺织品啊，卖去英国，所以英中心就是讲伫印度种棉花、种棉花啦，啊，再等于英国纺织，啊，纺织了才卖来印度，安尼在趁钱就对啦，安尼在趁钱，因为原料买无啥种起来，要卖英国无啥钱嘛，但是布料卖等于英国了。算计较真贵啊，所以英国人就算较靠这咧趁钱啊。啊，所以这个甘地哦，伊就想一步，就是讲哦，咱家己来纺织啦，家己来织布，安尼就唔免甲英国买布啦。啊，所以大家拢咧纺西吼，纺两点钟。啊，鼓励大家拢纺西，伊讲哦，大家纺西这个声音啦，大到一个程度吼，这就是自由的声音啦。哦，所以这嘛拢真有启发性啦哈，啊，这拢值得咱学习啦哈，啊，伊嘛鼓励伫殖民政府内底啊，这石头路的拢会使辞职，所以像无偌久以前，咱看到黄英花这个宜兰的电法院的院长啊，对司法改革的这个算讲，伊无认为讲这是一个对的做法啦哈，所以辞职。啊，咱嘛爱甲赞声，对，因为这种的体制吼，伫流氓政府内底，大概拢是徛伫因的立场，无认真咧做啦。啊，所以任何人要出来抗争，咱拢爱甲鼓励。上好是讲，愈侪人吼，讲我无爱食你的头路啊啦，吼，啊愿意互你关，吼，啊所以你甲看印度嘛关到一处境啊吼，啊这個、美国的黑人的学生嘛关到几处境的。咱若准讲有法度吼，大家有迄个了解，啊有迄个计划，啊来啊付出咱的行动。啊，当然伊会讲哦，恁违法啊，甲恁来关。咱若大家拢唔惊关哦，即就开始咧要成功啊啦吼。啊，当然，即马就是讲两个主角吼，到尾也拢要因家己的人也真怕死啦，所以去讲起来吼，马上讲一个啊真特殊的情形啦。啊，但是就是讲。做一个领导者，唔免惊牺牲性命啦。做一个领导者，咱所有的人拢领导者，啊，所以无论任何一个人，伊哦对方用暴力，甲咱
这个啊，算讲来啊来杀害咱的性命，咱后壁一定有人会对起你啦。所以运动来先讲个人的性命，这拢较小代志，吼啊，所以大家爱来训练家己啦，吼，训练家己，爱有这种的意识，啊，这种的行动，啊，所以最近吼，伊这嘛正算讲正有头脑啦，啊，甘地的总部吼是设伫一个海边，啊，咱公道明恢复咧抗争的总部就伫遮啦吼，所以这嘛是以后吼历史的纪念的地点吼，啊，所以大家爱较接来。较接来，这咱安尼做一定会成功啦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所以咱嘛是爱来上报啦，吼。啊，上报大家啦，加减斗上啦，因为我的地位嘛，不是讲，无像干地县，人伊拢烫白皮啊，拢穿一条迄个敢若裙迄种的啊，迄印度的服装啦。啊，咱就较无这种的特色，吼。啊，我也较袂晓。啊，但是咧，就是讲哦。咱嘛是要来想报，要安怎来推动非暴力抗争，啊，推动这个无合作，啊，其中的一个部呢，就是即经济封锁啦，哈、啊，比如讲这个统一，啊，统一的 7-11， 伊生产的物件讲卖去中国，拢无加塑化剂啦，啊，而咱台湾有抗塑化剂，啊，其实哦，咱啊大家有这个觉悟啦，哈、啊，咱应该来。统一的 7-11 的头前吼，这拢无犯法的啦。咱就来遐吼，加抗议啦吼，加表示讲吼，统一爱为这个代志替台湾人民吼爱抱歉，也是讲爱回馈台湾的社会，对不对啊？这样来讲，这个要求敢有过分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统一是台湾社会起家嘛吼，加移民来讲，这个。一个是有台湾心、台湾情，啊，一个是单单为着趁钱尔，啊，囥啥货，伊也无得要伊啊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这较过来研究。但是就讲，咱看这两块影片了，虽然我是第二遍看，但是应该嘛拢真侪哈。愈看迄、那个啊，了解会愈深啦哈。啊，但是较重要就是讲，咱家己一定要行出来。好、啊，所以到尾啊，才有讲到一个就是讲哦。就是爱家己来争取啦，啊！你靠别人拢无法度啦。啊，争取就是爱咱的准备，就是心理上的准备尔。咱就爱准备，甲讲哦，警察若敢抓，阮也敢牵，咱嘛会当扛这路牵啦。伊若要敢抓去关，咱嘛会扛这路抓去关。啊，咱台湾较特殊，咱台湾哦，少年的若还袂了解疫情，啊，咱这老伙啊吼，咱来做头前啦，啊，这是我。我对大家鼓励啦，吼啊，应该咱这大哥大姐哦，咱乡亲啊，好朋友哦，应该拢有这种的认识，哈啊，所以选举嘛是种非暴力抗争，因为选举票投下了，就表示咱的对现有的殖民统治的这个体制的代表啦，咱无认同啦，哈啊，但是就是讲哦，伫这个体制内底，咱要做甲咱期待的这个方式。嘛是爱靠咱家己，嘛袂使换，就是讲哦，伫这个殖民统治的体制顶端，一个统治者换过一个统治者，这无法度解决问题啦。所以就是体制一定爱甲推翻，啊，变作一个自由民主的体制，咱台湾才有可能变作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啦，吼、哦。那还袂到这个停，这个啊、结局进程啊，咱大概拢。爱继续打拼哈、啊、所以我望大家来分享啦哈、啊，来我今麦来邀请啊，咱的好朋友啊，看有啥物人要来讲话啦，啊，这种开放啦。